没有头绪啊，没有头绪。接下来呢，就是东风啊，又是东风。在一年之后，就发现自己啊，越看越丑。最后呢，雕来一曲应犹在，只是中年人。这就是他的心路的历程啊。通过这样的历程，我们看啊，这种外物的转变。外部改变和自己的情感的啊这种复杂的变化啊，就是人事的转变。我们用一个词形容，这叫什么？有个词比如成语，什么？东西没有变，那么人事的变化，有个词叫什么？物是人非。那么用这个词呢，就完全可以概括它这种词的意思啊，物是可非。我们赏析一下全文的词眼啊，问君能有几多愁，恰似一江春水。那么谁能说一下，运用哪些修辞的方法呢？运用比喻的修辞方法，生动形象的写出了比喻。谁还有那个补充一下？还有没有别的修辞方法？你说，那不说了。哎，好，非常好啊，试问，有问有答，是吧 ？OK， 非常好啊，这是一个试问。那么其实啊，这个作者是以水啊，以春水啊作喻，那么体现出自己的愁苦，像春水一样。大胆的抒发了自己亡国之恨。那么这首词，咱们前面提到的是什么？是他的绝，是吧？因为他写完这首词，触怒了亡。